讲到复数的运算，那么复数运算呢，它主要就两部分啊，就是一个就是加减啊，然后一个乘除。那复数的加减呢，它是用在什么时候呢？它是要用复数的直角形来做加减啊。你遇到复数要加减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用直角形，因为两个直角形的复数，你把它相加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实数部分跟实数部分相加啊，或者相减放在一起，这变成啊，这 A 加 B 或者 A 减 B 的实数部分，然后你把这个虚数部分，这个 A 加 B， 我这个写错了，怎么会写成这样子？写错了，这个是 A1 加 B1 哈，这个是 A2 加 B2， 你给它改一下哈，这怎么会打成这样子？这个很简单哈。也就是实数跟实数相加变成实数部分，虚数部分跟虚数部分相加变成虚数部分啊，那么这个是复数的加减。好，要注意，就是多个复数做加减运算的时候要用复数的直角形啊，这个将来你们比如说我们讲到传输线的时候，它的运算都要用到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复数的乘法运算。乘法运算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把复数呢用这个极型表示出来啊，极型它又出来了，奇怪，每次都是这个OK， 这比较大。OK， 好，那么你看我们复数的乘法运算都用极型。好，那么复数 A 跟复数 B 相乘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把这个两个复数的大小乘起来 ，A 乘 B。然后它的角呢再相乘，它的角两个角相乘的话呢，最后可以变成这两个角和加这两个角和的一个角度。那么这里我们就证明在这里，比如说 A 角 dot B 角啊，那么这个呢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直，当作一个极型，它的大小是一，所以呢这个可以化成 cos 阿尔法加上 j sin 阿尔法啊，因为这个大小正好是一，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是一，然后贝塔也是一样，可以变成 cos 贝塔加上 j sin 贝塔，然后我们把它展开，展开以后啊，我们就把实数项跟实数项集合在一起，虚数项跟虚数项集合在一起。那这个呢就是 cos 阿尔法加贝塔啊，这个就是 sin 阿尔法加贝塔，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大小是一，角度是阿尔法加贝塔的角啊，因此我们说这阿尔法乘贝塔角是等于阿尔法加贝塔角。 OK， 好，这个是乘法运算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共轭复数，共轭复数除法我们等等讲哈。Complex conjugate， 两个复数的实数部分，如果有两个复数，它的实数部分大小一样，符号也相同啊，实数部分实数部分大小一样，符号也一样，但是虚数部分呢，它的大小也是一样，不过符号差一个，
他是正，他就是负，他是负，他就是正，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么一个复数跟它的共轭复数相加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两个相加嘛，哈啊 ，a1 加 a1 两倍 a1， 那这个加这个，那就是零啊，所以呢，它就变成二 a1， 这个一定要要很熟哈，我们以后讲到这个复数的常数线的时候有。不要常数线，这个在一般的坡里面就常常用到啊。然后 a 减的 a complex conjugate 啊，那就是实数部分消掉了，虚数部分呢加起来啊。好 ，a 乘上 a complex conjugate 乘了以后，那它可以等于只等于这一项，因为负号这个啊，这个乘这个跟这个乘这个正好消掉。所以它是等于什么呢 ？a1 平方加 a2 平方，这个就是等于啊 ，complex， 就等于复数 a 的大小的平方啊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写到这里，这个 a 呢没有打一个 bar 啊，它就是 a， 就是复数 a， 它的绝对值，啊、它就等于啊实数部分的平方。加上虚数部分的平方再开根号、啊、它就等于这个啊，这个要记住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用极型来讲，这就用直角型，用极型表示的话呢，就是 a 乘 a 平方，然后这个角度啊两个扣掉，角度变成零，零的话就是扣在零度加上尖三零度，三零度是零，因为三零度一嘛，所以它就是 a 平方啊。啊，这个复数共轭复数的共轭复数，它现在最后它能化成就是这个复数的本身啊。这个一定要用得很熟啊，我们在锅里面就可以用到，在锅里面就可以用到。没有等到这个传输线。好，再看复数之除法，复数的除法。那两个复数，我们用极型表示 ，a 阿尔法角 ，b 贝塔角，然后相除以后呢，就是大小相除，然后这个角度呢相减。这里我们证明在这里啊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、啊、AB 的 A 乘上 B complex conjugate 被这个来除的话，被 B 乘上 B complex conjugate 来除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A， 这是 B 的 complex conjugate， 然后啊我们就把这个展开，展开以后呢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啊。这个正好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等于啊，等于大小是一，角度是阿尔法减贝塔的一个东西啊。然后上面有 a 乘 b 跟 b 平方相除，它就变成 a over b， 因此它就变成。a over b 是这个角度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是这个除这个，我们现在把分子分母同成一个 b complex conjugate 啊，然后可以得到这个结果。哎，大家注意，复数做乘法、除法运算的时候要用极型，所以以后常常是极型化成直角型。直角形化成极形，因为你要用加减的时候就要用到直角形，然后用要用到乘法除法的时候又要用到极形，所以画来画去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复数的运算，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复数的指数形，以后的波都是用指数形表示啊。
所以这个一定要，你要了解它，要不然我们只把这个背下来，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级数 ，exponential x 次方展开是这个级数 ，sin 实际上展开是这个级数 ，cosine 实际上展开是这个级数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令这个 x 次方是等于 j 实际上 x 等于 j 实际上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，那所有把等号右边的 x 值呢，通通改成 j 西塔，所以 j 西塔、j 西塔平方、j 西塔三方等等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复数的运算，这个平方 j 乘 j 就是负一呀，这里的符号 ，j 的三次方就是负 j 呀。j 的四次方就是正一啊等等啊，这个式子呢，我们可以化成这个式子啊，然后我们就把里头的实数项，你看这个是实数项，这个实数项，这个实数项，通通括弧在一起，然后把虚数项这个 j 西塔或者是这个或者这个也通通括弧在一起，变成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就看实数项这个括弧里头，正好是什么？是 cosine 西塔。那么虚数项这个括弧里面呢，它正好是 sin 西塔。因此啊，这个值它就等于 cosine 西塔加上 j 西塔，然后我们可以用题型来表示它的 modulus， 就是它的。大小是一啊，然后如果是 exponential 的负 j 西塔次方呢，它是等于这个是 complex conjugate， complex conjugate 就是说凡是有 j 的地方啊，都变一个符号，就变成正的，那它就变成，这个是 cosine 西塔加 j sin 西塔，它有个 complex conjugate 以后啊，我们就把 j。前面这一项变成负，这一项就变成这个东西。这是指数型。好，现在哈，这个你回去要弄清楚啊哈。现在我们讲到波了，那么我们先看复数 a， 它我们前面有讲到三种形态。一个是体型，然后换成这个，它就等于这个指数型，然后它又等于这个直角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复数啊，这个角度变成这样 ，omega t 加 phi，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，如果写成指数型是这个。写成直角形是这个，写成极形的话呢，极形的话，我们可以写成 a， 然后这个两个 exponential 相乘，就是 j 括弧 omega t 加 phi， 所以这是直角形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哈，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这一部分。这部分里头啊，它没有时间咯，它只有空间，就是比如说发有已经把它当作什么东西呢，当作这个 kx 啊，发就是 kx 啊， kx 加上一个这样的发啊，那么所以它就是 space 啊，它只含有空间的部分，那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呢，把它写成 a， 然后上面加一个这个符号，啊，我们这里就简单讲，就是它戴了一顶这个帽子啊，它就变成这个形态。那么这 a 上面加帽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a 值的 exponential j phi， 这个是一个什么向量 ，phasor。我们讲的向量
它有这个一个箭头长短，就是它的大小啊。它跟时轴的夹角就是啊，所以它是一个向量啊，向量。然后乘上这个向量，再乘一个觉罗欧米伽 t 呢，它就是跟欧米伽 t 有关系，跟这个就是这个向量随时间在改变它的方向。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rotor， 一个转子。那转子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，在时轴上的投影，就是 a cosine omega t 加 phi， 这以前我们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在虚轴上的投影，就是 a sine omega t 加 phi， 啊，因此啊。啊，我们以后呢就可以把这种形态，比如说我们波都是差不多这种形态，这里都是 kx 再加上一个那个粗线条啊，那它就可以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是什么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，时轴上的投影啊，时轴上投影其实它就是这个转子啊它的实数部分，一个是 real part of the rotor，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写成 a 带个帽子，这个复数也可以啊。那这个呢，就是 rotor 的 imaginary 啊，那么可以写成 imaginary， 这是 imaginary， 写成这样 ，OK 啊，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。以后我们波就是要写成exponential 的形态，就是依照这个形态来啊。这里有几个东西，你回去一定要把它思考的清楚，不能糊里糊涂的啊。这个就混过去就可以了啊。比如说这个 a 是代表什么？A 戴个帽子就代表什么？啊，代表什么？这个要弄清楚啊，要弄清楚啊。现在我们去看啊，函数波函数是实谐形态，实谐就是 time-harmonic form， time-harmonic form。常用的行进波函数，我们是用这个吗？对不对？应该用 KS 啊。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表示：这个，我们写成 real part of the rotor， 这个 rotor， 这个 rotor 里面就是，这个是它的 amplitude， 这个是它的粗向的部分啊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也是，这个都是属于它的向的部分啊，跟 space 有关系，向的部分。这个就是我们以后称这个叫做向程数啊，然后再乘一个 j omega t 次方 real 啊，那这个我们又可以把这一项用一个 a 戴一个帽子来表示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这只有初项啊，只有初项，那它就是说它是等于。Amplitude， 然后它有它的初向角，它这个比如说 amplitude 这么大，它是这样子斜呢，还是这样子斜呢？它跟这个时轴的夹角是多少？夹角就是这个啊，这样啊，那以后有这样的代表，就是它的amplitude 在考虑它的初向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 explanation 负阶梯次方把它写在一起，就变成 a 代表啊，和波幅 x， 就代表说这个虚数啊，这一项这个虚数，它仅仅是它的空间部分，空间部分跟时间有关，就是空间部分。
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四周啊 ，A 它是行进国的政府 ，Phi 呢是出相角 ，initial face 或者 initial face angle， 然后这个是代表一个转子啊，转子 ，OK， 那这个。这个代表什么？就向量，这个是一个向量，它是仅仅包括空间部分。以后我们可以把握啊，时间部分跟空间部分分离，然后我们只要算这个空间部分。时间部分呢，在整个计算过程里面，我们都不管它，到最后再把这个时间部分。然后这一下啊，就是前就是这个，我们称它叫做副政府 （complex amplitude）， 它包含实数的政府 A 以及出相角的这一下。我们用 y 或者 xt 来表示行进波，神子的行进波。那么一般是这样子的，一般我们可以也可以用这样子的 ，OK， 或者用这种形态表示的。这不管是用这个，还是用这个表示的，我们通通称它叫做波函，这种波函数我们通称它叫做实谐形态 （time harmonic form）。然后用这种形态来表示啊，没有实数部分呢、啊，仅仅只有这个波谱里头的这个东西，你也可以把这个拆成这个样子啊，可以拆成这个，这个可以拆成这样，用这种形态表示，这种形态我们称它叫做复数的实谐形态，叫 complex time。那把这个花点时间给它弄清楚啊，不要以后糊里糊涂的哈，都没有分清楚，就这么学下去啊，以后搞得一团糟。哎，好，那么比如说我们主要讲的是电磁波，电磁波它不是像弹性波用振幅。它不是用这个振动，它是用电场跟磁场这两个同时存在啊。它的 amplitude 在变化，电场的 amplitude 跟磁场的 amplitude 都在变化，这个是电磁波。像我们画的这个，你看电场的最大值出现的时刻位置也是 h 场。最大的出现的位置，零的时候，一是零 ，h 是零，这个我们称它一跟 h 是同向啊。然后电场跟 h 场呢，一定是互相垂直啊，这个跟这个垂直，这个跟这个垂直，这是电磁波啊。电磁波我们的表示法是这样子，我们用一，就是电场，它的电场。ZT，Z 就是代表它的行进方向的位置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，比如说它的偏振电场，这个时候是 X 方向偏振，我们就用 AX 啊这个单位向量，这是它的amplitude。cosine omega t 减 kV 加 phi， 我们可以下面去更多一下。KD 代表什么意思呢 ？KD 其实它就是像这个，它不可能是神波啊。我们通常都是用平面波、球面波来表示，最简单就是平面波。它不是一根绳子，它是一个整个面上面啊，电场跟 H 场的变化。所以我们可以
介绍，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波面，波面叫做 wave front， 也称为波前，像方程式啊，一个面的方程。哎，你在神波的话，这只是一个位置，就是一个位置，这个地方就代表一个面。我们现在把它写成复数形态，复数的谐振形态 ，ax 乘以一零，然后呢，它这就属于它的初项解，初项部分，啊，这个就是属于项乘数，这是我们的题，所以这个你把这个乘起来。取实数值就是这个。好，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合并，一零的 exponential chain 三次方合并，变成一零派的帽子啊。这个就代表有这一项了啊。如果你选这里没有这个帽子，就是一零，那就代表什么？它的初项角是零，初项角是零 ，OK， 啊，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又合并在一起 ，OK， 这两项合并在一起，就变成一零，波幅 v 就代表这个是跟它实数、跟它的位置有关系的啊，跟空间有关系的，这个我们就称它的向量，对不对？这整个是转子啊 ，h 也是一样的啊 ，h 的形态跟这个完全一模一样 ，OK 啊，这个啊，这里头的特性都跟这个一样。那花点时间呢，在我最后这个图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两三页，把它弄清楚。我们前面讲这么多东西啊，就是要。带领各位啊，最后到我们知道，用这个就是代表这个电磁波的谐振形态，哎，实谐形态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章呢，就讲到这里。